酒精可以燃烧一个人的理智，那我现在就要问一句我早就想问的话：你问。今晚怎么睡啊？帐篷睡袋反正也搭好了，这个帐篷可以睡一至两个人。那就是要一起睡了。现在其实有四个选择，第一就是你睡帐篷，我睡车里；第二就是你睡车里，我睡帐篷；第三个就是咱俩一块睡车里；第四个就是咱俩一块睡帐篷。你赢了。哎，你进来，为什么拿束花呀？本来就这么挤。哎，对呀，我拿束花干嘛呀？这是。怎么睡啊？就这样睡了。冷不冷？那我把手给你。好点没？好，可以睡了。哎呀，好像有点睡不着哎。你害怕呀？是啊，这荒郊野岭的。这样呢，这样好点没？我爸视频。哦。爸爸。哎，旺旺。你还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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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们这是在哪儿呢？怎么这么黑呀？我在外面野餐聚会呢。你看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你喝酒了吧？跟谁啊？跟我爸打个招呼。哎，伯父好啊！啊，伯父啊，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那个我们的车坏了，但是现在所准备的东西应该够今天晚上在这里对付一下。不错不错，准备的很充分嘛。啊？啊？难道你不担心我吗？这样就把我卖了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阳光啊，旺旺跟你在一起，我放心。哦，好，伯父。你竟然放心！天哪，我妈妈呢？几点了？早睡了。怎么睡了呢？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，我妈妈难道不给我打电话，也不给我发短信？她不担心我吗？你都这么大了，阳光又陪着你，啊，行了行了，我们谁都不担心。你这样，你把镜头摇给她，我看看。摇什么摇啊？我现在在书房呢，你妈妈早都睡了。挂了吧，挂了吧。哎呦，这手机要没电了。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晚上得回去了。